没人跟他争。嗯，这是外脚背往里撩啊，是打弧线。德拉克鲁斯有机会闪开角度打门，被封堵了。但我觉得这进球来了以后啊，这正好，这个可能对弗拉门戈来说是个，这没有任何，这不要回，没有划线的必要。明显是人在球后。说句不好，这又不是曼城，你老画什么线，是不是？这个球要看啊，合成队球员主要觉得呢，这个球应该是角球，但是裁判员应该的意思是前越位，应该是越位。还是靠攻击线这几个，我就说。就是说，热苏斯今天当然，热苏斯的头脑是比较清楚。咱们就和弗拉门戈扳平，一是就是攻击线上这可以创造很多机会，第二个就是热苏斯头脑还算清楚，就是什么呢？没有说我怎么换人把攻击线这几人调整。哎，对，没有这么调整，因为攻击线这几人他觉得是可以，绝对可以。啊，这什么情况？加比球，这什么情况？92分钟，又是博尔博萨，哈哈哈哈。这是复制了1999年的欧冠决赛吗？这什么剧本？天哪！热苏斯的智慧，热苏斯的冷静，教练的冷静，哇，终于得到，就是说他怎么调整，他都看得到。我前场这几个人没有问题，大家都知道，但通常你球队落后的时候，就是会调整攻击线嘛。他没有调整，因为他知道攻击线的发挥没有问题，问题就在后场，所以他把人。换热尔松，换阿朗，就是在后场的这个组织嘛。哇，真的是得到了回报。这绝对让我们想起了1999年的欧冠决赛，在诺坎普，最后曼联是如何逆转的拜仁慕尼黑。哇！天哪！咱们一个球迷绝对想象不到，38年的等待之后，竟然是这样的剧本。太厉害了！加比球像梅西和 C 罗一样举起了自己的球衣，尽管有一张黄牌在等待着他，但是绝对值得。不是这球皮诺拉这失误，我感觉主要是什么呢？弗拉门戈这球扳平以后啊，河床这边有一些球员啊，好像对打加时赛的准备不是很足，就包括。加尔多的换人很早就用完，光了3个换人名额，就是给河床的队员传递的信号，就是基本上咱们这球就收了。是啊，所以说这球像不像99年提前换下马特乌斯？对，说这球咱们就基本上就收了。那么突然扳平以后，好多球员，哎呦，这还得再打30分钟，这脑子里就有点走神儿。这个，哇，其实这球，天哪，这个球真没有什么组织进攻，就一个大脚过来，没有组织这球。这样的剧本绝对想象不到啊！你看这是什么呀？这个弗拉门戈这儿还有第3个换人名额可用，皮里斯上了，没错。换德拉，这个谁啊？打一打，这个换人是皮里斯，这是换上一个防守的后腰。现在轮到合成队着急了，嗯，但机会不多了。拉博萨因为特意庆祝吃到黄牌。时间其实已经到了，但是我们看第十官员又举了1分钟，应该是再多给1分钟，因为刚才这个从进球到庆祝的过程确实耽误时间比较长。戴尔多心想，我这先别着急。哎，这个博卡，这个对不起，合成队很明显是输人输球，这是明显失去理智的一个行为。在死球状态之下，在对方已经倒地的时候，在背后又补了2脚，踢到了布里德那块。这明显是输球之后的情绪激动。你看这在干什么呢？这在干什么呢？左脚过来来了一下，右脚最后还有一个补。帕拉西奥斯，帕拉西奥斯直接被红牌。而且他这个会引发双方的这个。对。哎，又也是红牌。加比球这是什么情况？这镜头跟不上，因为现在场面有些失控。
加比球也是红牌了啊，也是红牌。他做了什么呢？可能跟对方替补席上没准有什么，镜头跟不上，场面有点失控，混乱了啊，混乱了，气氛很不融洽了。这就是火爆的南美赛场啊。对，但是应该说，最后这个弗拉门戈，当然这结果还比赛没有结束，就是说到目前能逆转比分啊，一个是取决于中前场球员的这个状态，再一个就是热苏斯对场上的判断。那么反观说呢，加尔多本场比赛有点翻船的意思，先别去开宇宙飞船了，这边小航母都开翻了。您别着急走马场，这个他的指挥有点翻船，为什么呢？就是他的换人信号，我们说他平时其实真的不是这个节奏，今天在76分钟还是75分钟就把换人名额用完，略有玩飘的这个嫌疑。对，换得很早。然后呢，他给队员们传递的信号就是说，这比赛咱们得收了，拿下了。这样呢，就队员们在就是比赛结束了。啊，裁判员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，这是一场经典的决赛逆转战。弗拉门戈最终在最后的3分钟之内逆转合唱队2-1，拿到了2019年第60届南美解放者杯的冠军。这是经过了38年的等待之后，弗拉门戈再一次问鼎南美足坛的俱乐部最高荣誉，一起举起了奖杯。这样的话，弗拉门戈正式的成为了2019年南美解放者杯的最终的冠军，这也是他们事隔38年之后，自1981年之后再一次问鼎南美足坛俱乐部的最高赛事的奖杯。我们要恭喜弗拉门戈，同时也要为合唱队送上我们的掌声。飞亚达表，中国探月工程助力人类走向深空。飞亚达表，飞亚达表。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赛事频道。